议会及县府主管30日上午考察澎湖休憩运动园区整体规划。林务公园管理所所长李正刚表示，澎湖休憩运动园区在既有景观休憩环境及生态资源下，导入运动系统，共分短、中、长期计划。短期主要以运动休闲园区动线系统、双龙潭、天人湖、环湖步道及基础建设改善，整体面积约60公顷。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往运动的方向更加的琢磨。那也因此呢，我们这个营造的一个计划，我们在整个园区我们都有做不同的分区去配置。那以北来说，像是我们同乐园这边，我们希望也吸收了游客哈，还有各位先进的一些指导。我们吸收了相关的资讯，是说我们那边有缺少了厕所，缺少了一个展览的一个展览馆，那也当然也缺少我们的卖店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目前是打算有一个旅游资讯中心，把刚刚的厕所、卖店，还有一些我们的坑道的一些元素哈，还有一个展览的一个元素，把它纳进来。根据了解，澎湖休憩园区将投入1.7亿，升格澎湖休憩运动园区。县长赖峰伟、议长刘成昭林肯定园区零项整理再造，期盼相关工程如期完工，深化澎湖休憩环境美学。记者联合报道。